吗？它不是有一颗什么什么石头之类的？现在可以买票吗？可以啊，到4:30都还可以买。到4:30。对，因为我们最后梯次4:30，5:00是都关闭。哦。嗯。5:00会关闭。就是要买票的天空步道跟水桥会关，那这些开放式的是不会关。哦。好，那我们要2张。两个桃园人有吗？没有。两位100块哈。想走吗？这边应该是回去的。我不确定啊，那就走啊，你敢走就走啊。单行道，哦，哇，所以是怎样？要从下面上来的意思吗？哦，走过，从那回来而已。哦，那当然是这样子比较好。所以要走到最下面去啊！啊，那边就吊桥了呢。哎，他为什么从这边就断掉？